曝光开关，报三十秒好了。这动电不用管，那把它反过来，把防磨撕掉。对，就这样铺下去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对，对，是。它的导聚条放上面是吧？下面的是吧？下面，下面。稍微提起一点，好，拉过来，好，放下去，好，再拉下来，开抽气。在里面，反正这个不是要硬的，要硬的你就小心。那也差不多了哈。啊。牙签，怕它漏气。下次要三面都找个东西。都压一下。啊，搞个稍微厚点的、平一点的。关掉了，我怕它电不够过。这没事吧？还凉啊。不能这样看。
这停不了啊，是吧？啊？不能暂停呢，是吧？可以的吧？暂停的不能重新吧？那可以暂停的吧？